恭喜海派三兄弟啊，分别荣获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争取再接再厉。我打酱油的。九二加多少？加满。九二加满是吧？看一下哈，回点了哈。有什么好汽油？啊，冷不冷啊？不冷，不冷，到了哈。我们已经开始了是吧？可以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南风电商直播界的火种。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，讲好南风故事，助力我县农产品线上销售，为南风的电商行业添砖加瓦。啊，这个名单呢，我就由咱们颁奖嘉宾今天来宣布，好不好？以上是我们优秀党的获奖者，是吧？有请咱们的杨总和咱们李老师，选手颁发一下咱们优秀奖的那个奖状。那咱们颁发的是蜜橘丰收季南部县电商直播大赛的三等奖，来，李强老师，咱接着宣布。来，咱们掌声有请李小明。李小明，海派。我们是个团队是吧？好了，请咱们往中间靠一下，分一下。首先我们继续欢迎我们海派兄弟曾志强，掌声有请。来，我跟我学员给你喊吧。来，咱往中间站一下。你蔡老师这不是咱的吗？优秀学员代表。来，王南伟也跟学员站一块。我在哪里？我在这边。打开那个的，打开一下。咱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，我们现在来颁发本次比赛的一等奖。李强老师，来，嚯，来，您来给咱们看一下这个一等奖。这个振奋人心的时刻啊，因为一等奖只有一位，那么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就是我们海派系的啊高手，高手，海派系高手，名字就叫海派高手，卢桂生，来，掌声有请。来，有
交得起吗？现在可以。非常荣幸哈，感谢我们举办方，然后借此机会哈，也跟大家分享几件就是我自己做直播的心得哈。刚才有一位同学说啊，目前来说抖音的平台是要靠付费去打通流量啊，这一点我不完全认可啊。当然，这是一种有钱人的玩法。作为我们平民玩家呢，我们不要被这一点啊去打击我们的积极性的啊。我个人认为，任何平台它维持下去的，就是一个生命力一样啊。我先从另外一点来讲，就是说，比如我们是一些比较优秀的创作者的话，你在 A 平台发展 ，B 平台看到你了，他会叫你过来到我们平台来发展，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平台只有付费的流量，只有付费才有流量，那些优秀的创作者、优质创作者就没有流量的话呢，他就养不住人，就没有观众，就没有客户，没有用户。所以呢，大家尽管去创作优质的东西啊，后面会有结果的。然后我简单的分享一下，就是说怎么的去做好这个直播啊。如果就是说咱们单单讲一下这个卖货啊，不讲这个创作这一块。卖货，我个人认为两点比较重要的，就是直播的内容，第二个就是成交率啊。你内容好，留得住观众，有成交，平台会给你更多的流量。比如说咱们卖一样东西啊，咱们不要平平而谈的去讲它东一二三四五，咱们列举它一个点，就它一个优势去说，别的优势咱们不要去讲。东西没有十全十美，咱们说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独到的就可以了啊。咱们我做的也不是很优秀啊，就是非常的沉浪啊。感谢举办方，也感谢各位同学啊。哥哥，我还有机会吗？你的团队，我也想当个海派兄弟。有机会啊，是吧？谢谢。我觉得这样子还是会有一点的。还有五个。拍照吗？好了，领完了奖，现在继续骑着我的摩托，继续回江西大吉安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，你走吧。